万寿果木瓜养肝护心又防癌。木瓜有万寿果、百亿果王的美称，因为它含有丰富的抗氧化成分，能护肝、抗发炎、预防心血管疾病，所以也曾经被世界卫生组织选为最营养的水果之一。它到底有多厉害？我们一起来看看。木瓜中的特殊酵素木瓜蛋白酶能够分解蛋白质，帮助人体吸收营养素，也能在人体中分解腐败变性的蛋白质，预防癌症。丰富的维生素 C 促进新陈代谢，同时也加强肝脏抗病的能力，促进肝细胞修复再生。一颗小型木瓜的维生素 C 含量就高达 93.9 毫克，是成人每日所需的 157%。 此外，茄红素、贝塔胡萝卜素都能降低罹癌风险与自由基伤害。研究指出，木瓜中的抗氧化成分比大部分的蔬果都更容易被吸收。吃木瓜的好处那么多，但要注意了，它的番木瓜碱具有轻微毒性，所以要避免一次食用太多，以免伤身。胃寒、体质虚弱或过敏的人也都不宜多吃。